赛车手，欢迎你的加入，准备好了吗？精彩的竞速赛事即将开始，目标驾驶赛车率先冲过终点，注意观察倒数结束时的光圈，光圈缩小时点击小喷可以触发超级起步哦。进行右转，我们来试试左转，干得漂亮。关于掷飞车中最重要的技巧，小橘子先进行一遍演示，这一步你无需操作。现在我们来学习漂移，使用推荐操作方式漂移更轻松。左手按住转向，右手按住漂移键就可以漂移了。漂移到一定角度后，松开双手进入侧滑，成功漂移后就可以小喷了。点击小喷，快速出弯。前方的弯道很适合漂移，你来试试看吧。车手，看来你很有天赋嘛！接下来，我们立刻开始一场实战比赛吧。
justified by belief。最适合与朋友开房的玩法是组队道具赛，让我们来一场道具训练吧。